那要不要我们也顺便看一起看那个民俗的那个行李箱，我们一起看，看一下为什么他不行，他是不是特别保守？遇过，遇过，有人没有呢？忘记密码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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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这啊？这不这不？怎么了？行李箱打不开，它里面有 new bra， 想先收一下。new bra 哦，我看一下。MC 不能我们男的呀？哎，这跑得哟。哎，那 new bra， 它 new bra 是不是粘很多毛？是很脏。我能干净的吗？还是很脏？没关系。哎，MC 不你跑。哦，这个哦，这个先收起来哈。有了，有辣的了，有辣的了。这个是衣服，是衣服吗？上衣吧，上衣。我上衣，上衣。这个，快快挂一下，挂一下。哎，先生，先生，麻烦。哎，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不是。请问这哦，性感紧身运动衣。请问这片是本来就是这样挂的吗？也不也不。这个哎，拉拉队的基本款吧，每个人要一件。好深。基本款，快点，快点。拼命的攻击！哇，这个他敢穿上街哦！哦，哎，大家不会觉得他有什么哪里心情不好还是怎样吗？所以他都敢穿这个上街，他就不敢露点。因为叫我穿这个，我真的会很害羞哎。说的 party 怎么？他就这个只有露手臂啊。不是，可是这好看吗？然后是因为每个人时尚品味不一样，这个是连身洋装，这个哎，这要很小哎，这等于是我女儿现在穿的哎，这穿起来会身材很好，这可以。这是卫生衣吗？露胎装。发热衣吧，是发热衣。露胎装，这也是要穿出门的吗？我弄的，这个贼穿了，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好喜欢。民俗很特别。他去夜店会穿这件，可乐。嗯，然后会有人跟他讲话吗？이거입은날이거입은날남자들이번호땄어요제번호많이땄어요 OK， 等一下你们互穿一下。可是我可以了解，因为我在穿这种就是肉色的衣服，我曾经有穿肉色的衣服，被男生跟踪，所以男生喜欢肉色的衣服。对，而且他还体吧，他还远拍我，然后传私讯给我说，你今天看起来好像裸体。让他很兴奋，所以他是也在追求好像裸体的感觉吗？嗯，他说这个什么？他说，他就是觉得性感，贴身，好，差不多了，他就这样子了。等一下，我们会有那个题目 ，OK。好的，大家都把那个衣服挂好之后呢，我们要来体验不同的风格，要比赛了。对，那我们这边先选两位，我们就先选敏珍跟娟州。好。这边我们先选以轩，好不好？那我们就选跟暧昧对象出门约会的话，你会怎么穿？什么呢？就还没有在一起，只是暧昧，但你希望他爱上你。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小性感，又不能太暴露吧。这不会，所以你还是要让他有点晕船的感觉，不能太日常就没意义。这个有点那个了，男朋友穿这件太好吧？但你这个会吓到男生，但是颜色又很温柔，小姐姐。选好了，选好了，好，选好了，选好了。你有想过吗？有。魏轩不要输哦！我跟你讲，好想赢韩国。等一下出来让我们那个很惊艳，真的哈，可以。韩国的朋友选好了吗？我也不给，一个。哇，选小衣服。他也在看我选什么衣服哎。哎呦！哎呦！啊，我这个啊，我看到一件蓝色小上衣，那个很危险哦，可能会赢你。真的吗？挑这件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件就是颜色它非常的柔和。这是这现在你这面是前面还是背面？没有，这个是背面。这是背面。但它转到前面非常的厉害。哎呀，进阶。对，马上，这第一次约会会晕哦，会晕啊，然后他就太 over 啊，会吗？不是，而且你就做自己 OK， 对啊，对，然后他就是女生就做啊，有点微开叉，对啊，我跟你讲，我不随便跟男生出去的，没错，要出去就是要在一起，如果有暧昧，我就是扑倒，真的得到他，真的要出去，我就会觉得想要在一起，对，直接告诉他，你这件衣服就是透露着 ，I want you。I want， 对 ，I want you 的今晚我是你的人，对，冲了以轩，跟他挑的，啊，敏珍挑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风格？약간요즘에는한국에서벚꽃이벚꽃을볼수있는데거기에청청패션을되게많이있거든요그래서약간썸남이랑벚꽃같이보러가면서그냥약간청그남자들의약간환상이청바지에흰티그래서청청패션这跟我们以
李宣群的落差很大哦。啊，那我乌鸡头没有各有各的那个想法。娟州选的是、啊、那个是小上衣。娟州选的这一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呢？저는청량하고청순한데이트룩이좋을것같아서이거를골랐습니다 OK 好，那就麻烦三位去换喽。好的。既然请到啦啦队女生，是，怎么可能不让他们得表演跳舞？一定要看一下现场的魅力。That's right。所以他们两位可以直接为我们表现韩国啦啦队风的吗？可以。OK， 欢迎。Fighting。是比较甜跟有点小性感，是。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帅气多一点，是不是？맞아요한국은약간각을많이살려서하는동작이많아서좀크고시원시원해보이는동작이많아요李轩觉得怎么样？我有一个问题耶，我一直都很想问的。什么？就是我有发现韩国啦啦队，他们因为他们其实动作很大嘛，所以他们都会有那种甩头发。可是你看，为什么我们台湾甩完就是你知道满脸都是头发、嗯啊？对、啊。但是他们，你们刚有发现吗？他们不管怎么甩，就是脸都非常美。我是第一次看到有女明星甩头发变成这样哎、欸，哪有？真的啊！我们刚刚才看完舞蹈比赛 ，OK？ 真的。每个人甩完立刻恢复原状啊！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子，会有这种。你是不是有你自己去练一下好不好？这种问题吗？他没有练，他现在也没有在这个。所以问题是，所以他们怎么样避免甩完变这样？他们都不会头发散落在脸上。머리를약간애매하게돌리면이게이렇게돼요막문이렇게막애매하게그냥아예확돌리면은확넘어가고내가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你要够狠，有吗？哎，李轩会不会是你脸太油？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脸过油才会头发发丝这样子。이렇게会拍到观众席吗？头发？不要不。哦哟，哇，真的哎，很厉害。哎，真的，一丝不挂。你教他呀，教他。啊，약간이렇게이렇게돌리는게아니라전체를크게다돌려요很大一个。你有点像。很大一个。真的哎，他是用核心在跳。他用核心，感觉很酸的。哦，我有哎。有了吗？就像你，你问他是不是有吗？核心，肚子的用力吗？核心力，여기머리에힘쓰는게아니라여기힘전체换 Q 码来一下 ，Q 码。对，换 Q 码来了。Q 码来了。啊，黑马哥哥来了来了。哇，你也是。对啊，你不是。粘在粘在脸上就不行哦，很不专业。来，咻。他毕竟是翻译，不是啊？你现在才发现吗？那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很精彩的舞蹈之外，还有
专业的甩法能力。嗯，现在我们要出第二题了。好，剩下的几位呢？我们要出的第二道题目呢是，今天你要去参加讨厌的人的生日派对，所以你想把风头抢走。哦，就是跟他装得很好，可是其实讨厌他，可以选衣服了啊。你选，就是让聚会里面所有人都爱上他。有没有？就是让聚会所有人都爱上他。好了，好。你选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机是在他的侧面，他前面后面都没有露。对。但是你只要穿上他之后呢，旁边这边会整个大露侧乳。讲真，你说侧乳很性感，侧乳其实很性，哎，微微隆起的时候瞄到的时候真的很性感。之轩选的是这一套，嗯，是讨厌的人哦，还要去抢他风头哦，他这一套的原因是，일단 파티기도 하고 이게 잘 어울려서 제가 골랐어요. 还是说来台湾只带了这套小洋装，是不是？不是，真的有原因。 OK， 好，那那你选王piece。哦，这个厉害。啊？以男生的角度来看，这件最不厉害。不会，他等下穿出来。这个很合身，很美，这个前面后面都会看得出门。제가중요하게생각한이번주제는 꾸민 제가 주인공이아니니까 꾸민든 안 꾸민든 저의 강점을 보여줘야 된다고 생각하거든요.这个女生一看就知道心机很重，好，请他们出来。刚上一题是跟暧昧的男生去约会，没错，穿的衣服，战俘啦，算是。三位已经准备好了，非常的期待，让我们掌声欢迎三位。哇哦哦哦哦！哇，哎，好看哎！哇，你这个。 你这个是暧昧对象，魏轩，你为什么要转了？我只是想赢而已啦，你这个很 over 哎。好看吗？所以要不要请敏珍介绍一下为什么他这样子穿？你叫什么？嗯，所以他站姿也一定要这么帅吗？帅很，查贴图不一定。就是可帅可可爱。 약간 꾸민 듯 꾸미지 않은 약간 살짝의 이것도 있으면서 살짝의 플러팅도 있으면서 약간 가리고 약간 이런. 그래서就是可攻可守啦，就是感觉好像喜欢了，然后就感觉好像没有太打扮，但是又可以对。然后如果聊不来的话，就赶快把扣子扣起来。싫으면은그냥바로直接走人。哦，好，很好。是魏轩呢？ 我就是没有退路，只能攻。我会退，你自己好好想。你这个就是你是想跟他干嘛？没有，我真的是有用意的。我就是什么用意？我没有露什么东西啊，就是很正常。什么东西？其实你要你这样看我，哎，好像很包，可是身材曲线都看得出来。然后看到我的小腹肌，他觉得哦，这女生有在运动。我知道，以前男生会看腹肌，会吗？ 以轩，你不要用解释的。如果今天是在约会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走在路上，假装你们俩在暧昧，好好好，你会怎么攻击？你会怎么样展露这套衣服的那个优势？嗯，然后他是你暧昧对象。哦，崔克。以轩，嗨，等你好久。不好意思，久等了。不会。什么鬼？ 出去，然后说你久等了，你会心动还是觉得这个人有病？我会想办法回家，逃离现场。太快了，所以刚刚完全没有打动你吗？完全没有啊。没有吗？哎，下场，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那我们要请那个敏珍来。 他知道怎么，就是他是暧昧对象，然后他要用这套衣服来展现他的那个优势，看他会不会心动。不过你以为你是谁呀？为什么？不好意思，因为来宾的问题。OK， OK， 哇，이거좀들어줘。哦，들어줘。哦，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很热啊。哇，白色衣服很厉害。白色衣服真的很厉害。 会有遐想哦，走走，啊！我死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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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把这段剪掉！我死定了！会被骂！哇！你害我！哎，他这个是蛮狠呐。对，因为他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他不是刻意的。
他是淡淡的，真的要跟你约会，所以那个感觉是你会想要一直跟他待在一起，不要回家，真的不要走，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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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会希望今天不要结束啊，成功啊，棒棒，好来，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叮。